大家好，我是浩浩儿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一只角色杨修。杨修有个故事啊，有个经典故事，他被曹操处死了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他都知道曹操在想什么。今天呢，那个曹操写了一个字“议和书”，大家都不知道了，“书”是什么意思啊？“议和”就是“议和”的那个“和”，只有杨修知道，他就看懂了“议和”的意思。和他就是把他，曹操写字写很快，他把他写在一起，叫一人一口，一人一口书，快饼啊，大家一人一口，啊，就是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啊。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开门的故事啊，不过那个就你们自己去查好了，我也懒得讲了，也开始介绍。来，第一个蛋牢是吧？蛋牢，蛋牢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蛋烙，然后加弹烙哦，这样好。当你成为其他人的目标之后，你不是此牌的唯一目标时，你可以摸一张牌，然后此牌对我无效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现在有人突然开了一张南蛮入侵，抱歉，我不会受到伤害，这张牌对我无效，而且我还可以摸一张牌。然后防 AOE 的技能，个人的袁绍，这是机杼。热吧，应该是念热，我们程度很差啊，激热。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可以声明一种，啊，本回合伤害来源不能再使用，那个类别的牌，防御性技能的牌。啊，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偏防御啊。直接开打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刷牌。等待同时刷牌，这个牌其实也不用刷，看起来就还不错，可以有冰凉顺端去弄一下下家。一号主攻有点强，可是他不能一回合打死我。这阶段你可以对，然后我们晚点就来介绍这一只。他是直接往这个谁五号身上去杀了，这个人一回合可以出五张的这个人，那他是扑了这个人，所以代表说他是反贼。天哪，他是反贼 ，Obviously。二号太史慈也是可以让人家猜测的牌啊。他技能蛮常介绍的，稍微自己去理解一下。改天我也可以做一期太史慈。他使用了，代表说他应该是反贼，两个反贼已经出来了。这也没开啊，他也确定是反贼。考虑要不要下，别下好了。不过我们装了一个藤甲有点危险，因为不知道神州鱼是哪一方。哇，有危险！这个人他直接杀了他，
确定他的身份，因为他有可能收人头而已。反贼已经倒一位了，那再来就看苏尚香要攻击谁。如果他继续往这边打的话，那我就确定说他是这方的人，不然他是我们这一方的人。太过火了，没命中是怎样？要两点随机伤害。好恐怖哦！哎，这个人太恐怖了吧！往这边杀了，不知道是收人头还是怎么样。这边杀，会是要帮他解掉这个勒布斯虫。换主公开秀了。如果是主攻的话，我会直接先把八号秒杀，杀死他。Kill it。OK， 八号要死喽。好，八号应该是确定要倒地了。他是选择救了，他这里要跳了，他要跳成反贼方了。他发现事情不对劲，他发现这个角色。杀他两滴，直接扣下去。有一个提示，他只有一个桃。好，这是嘴炮。那、啊、我现在身上没有武器啊，差不多了。把电量注到你，好。这样对他，因为他是一张有距离的锦囊牌啊，我不能对他使用。他应该跳，他确定他是内奸啊！哦，哇，这里直接扛我两滴血啊，好痛啊！啊，这里没有队友要救我，那我就倒地。这好狗哦！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，相信我们这个主公司应该是会赢的啦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要数值三连哦。然后在下面留言写下你们想要看的角色。嗯，好，拜拜。